自古至今神奇的魔法令无数人如痴如醉叹为观止。今晚开始，魔术爱好者可以在魔法擂台尽情发挥魔法的魅力，让大家一起见证魔法的奇迹。好了，各位，希望你们都会中意我的魔术，希望可以入到围。魔法擂台很快同你见面。哇，史上面第一个现世界的创举，第一个的大型魔术擂台，就是叫做魔法擂台。耶！魔法擂台，看到你目定口呆 ，magic！ 好，俾掌声自己。咁啊，我身为喺呢一度咧，同大家饮翻杯，咁啊，希望咧即系恭祝咧佢哋咧即系嚟紧咧一个表演咧就好啲。咁其实我自己由细到大咧都中意表演魔术嘅，咁但系咧佢哋就话咧我做司仪嘅工作可以做得好啲，话我咧就唔适合做魔术。但我觉得唔系啊，系咪啊？我咧又识咧吓，即系戴帽啦、着衫啦，冇理由少少魔术都唔识噶，系咪？喂，哇哇，识魔术还唔识魔术，唔代表我唔会倒写噶。好啦，所以呢一度，不如我哋一齐为识魔术嘅朋友饮杯。这个世界只有两种男人，一种就是靓仔，另一种是懂魔术的人。如果你是懂魔术的人，你应该不是靓仔，是吧？因为我很多时候玩魔术都是为了哄哄女仔开心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都找到一些女仔来，这班女仔会做我们的观魔团。你看这班不是懂魔，是观魔术的朋友，然后选出他心目当中最喜爱的魔术师。魔法擂台设有美女观摩团，负责选出我最喜爱的魔术师。今集的美女有陈庭欣、林欣彤、周家慧、杨秀慧和贾晓晨。美女们看到这么精彩的魔术会有什么反应呢？ Magi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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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知道是什么 pose 好，我想了很久。你有魔术师表演一遍，你就吐写出来。我们今天的 camera 贴住他，看今天他要做几多次。好了，有了我们这班靓女，跟住下来就犀利了，要到我们的评审团。这班评审团全部都是最专业的魔术师。三位专业评判分别有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快乐魔术师 Harry 哥哥，香港魔术家协会会长 Mr. Magic Albert Tam， 同埋专程由台湾远道而嚟嘅过江龙第一快手胡海伦老师。魔法擂台本辑节目奖品非常丰富，其中包括瑞士 Conwatch 自动机械腕表及奖金总值37万，瑞士 Swiss Program 高级护肤品礼券及奖金总值85000，博斯创意送出24K包金金套，总值90000。韩泰丽森集团有限公司送出高丽森礼盒，总值375000。海天堂有限公司送出仙制龟苓膏礼券，总值520000。东建牌纯道众叶茶礼品，总值57000。金宝驱蚊绿水及清洁用品系列，总值371000。八宝之王有限公司送出长白山野山人身份，总值269000。西龙千味紫藝主题餐厅送出千味香煎猪扒、紫米汤拉面、高纤健康美食礼券，总值256000。除了可以得到丰富奖金奖品之外，仲可以咧，哇！参加我哋喺香港举行嘅亚洲魔术联盟大会，做呢个表演嘉宾嘅。仲有机会参加咧3年1次呢个犀利啦，可以被誉为咧魔术界里面嘅奥林匹克嘅呢个大赛，喺英国 Blackpool 黑池举办呢个 Fism 嘅世界公开大赛。跟住我哋要介绍咧，我哋就系4位嘅参赛者，包括有余开辉，哇！跟住有罗乐聪，哇！同埋3号嘅参赛者吴佩龙，哇！有4号嘅叶望峰，咦？望月之火啊！哇！我再俾掌声4位参赛者。好啦，
咁啊，當然啦，有咁多朋友喺度啊。今日咧，我哋咧亦都請到一位咧好犀利嘅魔術師嚟幫我哋所有參賽者打氣，而佢咧來頭都不少嘅喎，因為咧佢啱啱喺上年裏邊咧就贏咗美國 Abbott Magic 嘅魔術公開大賽嘅冠軍，為香港人爭光。佢就係 Louis Yan 殷澤權。咁有型出咗场，一齐嚟细心欣赏 Louis Yan 同美女助手为大家送上一个惊险刺激嘅魔术表演。頭先我見你係咁吉入去嘅時候，真係嚇好起勁啊！搞到我係啊，我都想走出嚟吉翻一兩下咁樣，係啊，好起勁，係咪？好真係好殘忍啊！頭先真係，係啊，我幾驚行翻上嚟，佢全身插滿曬咯。喂，搞笑版應該係咁做嘅，搞笑版應該搞笑版應該行出嚟就係咁飆血，一路飆血一路行翻入去。放心啊，下次我會同小儀做噶啦，亦都可以就會插滿成身血咁走。不過咪真係同你傾下啦，我頭先見你睇呢個咁犀利嘅魔術，其實參加啲即係國際性嘅比賽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咪真係好緊張嘅咧？每一次比賽都會好緊張嘅，其實我自己，因為又唔知道自己面對啲咩對手啊，咁亦都係評判亦都唔係好熟悉啊，咁啊盡量去表現自己咯。咁好啦，嗱，咁啊平時你面對咁多次緊張嘅比賽，但係去到最後咧都能夠得到即係冠軍啦，咁可唔可以俾啲意見啊，俾我哋今日嘅參賽者，等佢哋咧可以即係放心啲去表演咧？
其實我覺得香港本地其實絕對有很多很出色的魔術師和魔術學者，但他未必有機會去展示給大家看，也希望透過今次這個魔法擂台去展示他們的真功夫給他們欣賞的。好，謝謝，希望他們繼續努力了。魔法擂台比赛规则，参赛者表演自选魔术，评审按参赛者的台风、造型、创意、技巧以及观众反应等项目给予 A 至 E 等级评分。参赛者表演前会自我评估得分，估中可以得到总值10,000元的奖金奖品。另外，美女观摩团会选出我最喜爱的魔术师，胜出者可获丰富奖品，而初赛成绩名列前茅者可进入决赛争夺冠军殊荣。在魔術當中咧，當然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啦。有些 close up 魔術咧，即係咧好近嘅，咁啊變銀仔啊、變啤牌啊，其中一種。除此之外咧，咁啊有一啲喺舞台上邊嘅變白鴿啊、變花啊，咁啊呢啲咧就係舞台魔術啦。咁啊而有啲咧就好似咧大衛高柏飛咁樣啦，可以將成個自由神像變走咧，嗰啲叫做咧叫大型幻術。咁啊當然咧，而家咧大家都好 hit 噶啦，成日都見到啦，網上邊咧有短片咧就係街頭嘅魔術啦。咁啊好似係 Zero 啊嚇，將嗰個嚇漢堡包咬完放入去啊，嗰種啦嚇。咁究竟今日第一個嘅表演嘅朋友，佢用咩嘅魔術去吸引我哋呢？要睇下佢啦。一號余開輝，七號 Magic 輝，今年26歲，係一位救生員，玩咗魔術8年。余開輝，到你啦喎！到我啦。係，咁心情點樣咧？非常之緊張。係，你覺得咧，你自己可以攞到咧幾多 A 咧 ？A B B 啦。A B B 唔係啊嘛，你憑咩覺得自己攞 A B B 咁犀利啊？希望大家中意我魔術啦 ，Magic 輝變美金。冇錢揾我，唔使擔心。Hello， 咁多位大家好，我係魔法擂台第一位參賽者余開輝 Magic 輝。好多人問我問題 ，Magic 輝你變魔術咁叻啦，可唔可以變啲實際啲嚟睇下？實際啲變咩啊？於是我構思咗一個節目，首次將唱歌同埋魔術合而為一。而我將呢個節目名叫做《有乜嘢令你心花怒放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Are you ready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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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成日要錢多，乾水乜都我，借錢最折墮，叉低雞契哥。貧錢拗頸多，生仔都諗過，怕女太肚餓，肮脏都會拖。有乜嘢會令你心花怒放？諗得多出自緊，癲癲喪喪。救咗佢，就算打跛傷都冇相干。我一擋，我一擋。成日要錢多，乾水乜都我，借錢最折墮，趴低嗌契哥，貧時拗頸多，生仔都諗過，阿女嗌肚餓，屋租都會拖。$100，呢张$100唔单止有我的样子，有我签名，仲有我的电话 number 啊 ！So many for you。有钱哥系会少鸡啲罪案，使乜衰到痛戒偷抢便当？冇咗佢，就算包公有力嗌冤枉，懒得讲，懒得讲。成日要錢多，乾水乜都我，借錢最折墮，趴低嗌契哥，貧錢拗頸多，生仔都諗過，阿女嗌肚餓，屋租都會拖。
Thank you。會唔會氹到我哋啲觀摩團嘅小姐開心咧？請問下佢哋先啊！我見咧頭先咧，即係成日含情脈脈咁望住你，可能我即係中意咗你啲錢或者你個樣啦嚇。阿 J J， 唔係啩？你覺得咩哇？你唔係啩嘅意思係咩意思？你好香好香我哋嘅喎嚇！唔係嗰個意思，點會睇錢啫呢樣嘢？哦，咁即係睇佢㗎啦嘛？你係？係啊係啊係啊！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對於我哋呢個魔術師有啲咩意見咧？我覺得佢好犀利啊，可以一路唱歌一路又變魔術，又咁多錢出嚟，咁我覺得係。對我嚟講係真係想象唔到嘅，一心幾用咁樣咯，係啊，好可愛啊！我覺得佢唱歌嘅時候，唱歌好可愛啊，係咪啊？即係唔係你諗下，你問下，你問下阿 Mac 就知啦。阿林欣彤有冇人試過讚你唱歌好可愛啊？冇，梗係啦，好聽係好聽，唔好聽你先讚可愛嘅喎。可愛啊嘛！哦，佢個樣咁可愛係，咁希望咧，即係你頭先估到自己嘅分數咧，咁啊，我哋今次評判咧都可以俾得到你。Harry 哥哥，你覺得佢表演成點咧？好多謝你嘗試用唱歌，但係唔係幾好意思，因為你真係唱得麻麻地。因為 Harry 哥哥唱歌真係好聽。係啊，好啦，咁啊，不如跟住問下我哋嚟自台灣嘅朋友啦嚇，吳老師。第一个我必须要说，真的唱歌跟魔术到底有没有搞头？果真有搞头啊！果真有搞头。我必须要赞赏你的，就是第一个你的现场气氛以及娱乐性十足，这方面我给你打100分，真的是。但是唯一遗憾的是，你居然没有变3张真的钞票来给评审。要不然我早给你 A 了嘛。对哇！咁啊 ，Albert， 你有咩評語俾翻佢咧？我即係吐出真言。係。OK。我非常欣賞佢創意。係。好，咁啊，究竟我哋三位評判俾呢個分數係幾多咧？我哋一齊睇下先。一號余開輝估自己會攞1A 2B， 估得中嘅就可以攞到特別獎啦。余海倫老師俾 B， 中咗1個 B 啦。Albert 老師俾 C， 哎呀，估錯咗添。睇埋 Harry 哥哥，係。B 嘅總成績2B1C 都唔錯啊！咁啊，今次呢個比賽當中聽咗咁多評審嘅意見啊，有啲咩得著咧？會努力改進，努力改進，係啊！跟住嚟第二個魔術師啦，佢就係羅樂聰。二號羅樂聰，綽號魔環童，21歲嘅佢係一位魔術產品推銷員，玩咗魔術7年。羅樂聰，你好你好，頭先我嗌咗你個名字，你就嚟要出去噶啦嚇，你覺得自己會攞到咩成績咧？啊，我覺得自己會有。B C C 嚇 B C C 好低喎，點解啊？呢個都係我最希望可以，因為我努力咗好耐，希望咁多人會中意啊！哎呀，唔好咁樣啦！我睇到你嘅裝扮咧，一件白色衫同埋你個樣咧，好令我諗起嗰啲街頭魔術啊，好似喺茶餐廳會表演魔術俾我哋睇咁樣嘅。係啊，所以你唔使擔心嚇，我哋所有街坊會錫住你㗎。努力啲，知唔知呢個魔術咧？可能你細細個或者已經睇過，但係呢四個圈希望可以帶俾你身邊朋友無窮嘅歡樂嘅。呢度你會見到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圈喺度，係咪？嗱，但喺呢個時候咧，留心睇住嗱。通常咧，你揸住呢個圈嘅時候咧，你同啲朋友講嗱，我而家穿咗去入邊啊。嗱，同你哋一樣，你哋都唔會信嘅，係啊。嗱，呢個圈嘅神奇之處就係佢真係可以將佢穿埋一齊。其實我見過，但唔知點。但係你一開始已經有啲疑惑，究竟係咪真係穿咗？可唔可以掂一掂？你可以攞住睇下，係咪真係穿咗去入邊？我都睇下。係啊，真嘅喎，真係穿住咗。我睇下側邊有冇窿先。冇。當然有啦，你見唔到兩個咩？一個啦。唔係啊。我睇下係咪真係真係穿咗喺入邊。嗱，而另外呢度咧，仲有兩個圈。嗱，頭先咧，可能我做得太快，你哋未必睇得清楚。今次我要慢慢做一次，你需要慢慢嘅时候，其实你发现佢已经将佢咦点整啊你喎，好神奇！一齐，带咗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嘅时候，轻轻拉拉佢咧，你会见到四个咧都会连埋一齐噶，依家拆唔到出嚟系咪？啊，咁當然有方法啦，但係依家的確係拆唔到出嚟噶，所以一定要將佢變翻咗一串，咁你就可以逐個逐個將佢抖翻出嚟噶啦。真係睇
睇唔到喎，真係睇唔到啊！我淨係啊，當然啦，出得嚟嘅時候亦都可以將佢走翻入去入邊啦。我唔記得咗，係我都係逐個逐個要將佢拆翻出嚟，係咪？係啊係啊。第一個，第二個，亦都可以將佢走翻出嚟出邊。嗱，但係咧依個時候咧，得翻最後尾一個啦，係咪？但係咧問題就嚟啦，你話。當你去到好似我咁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可以做到一個境界，就係咧轉一轉嘅時候就可以出神，亦都可以將佢入化喎。犀利喎！以後嚟就有請 J J 同我示範呢個魔術，你唔需要擔心。我點做啊？唔緊要，我一齊會同步教你嘅。係啊，嗱喺個時候你借隻手俾我，你平時用開邊隻手啊？啊，兩手都用嘅喎。咁如果淨係用一隻咧，不如咁啦，用你呢隻手啦，係啦，好，非常之好。嗱，好簡單，我會教你嘅。首先要揾隻手指公撳住佢啦，等佢唔好喐嚟喐去啦。之後射手指遮實佢，好似我咁樣，明唔明白？會好似咁樣。嗱，前後左右。你咁快？好，試下。呢度遮。冇錯，非常之好。但係你呢個時候冇乜感覺噶嘛，係咪？就好實淨。但是嗱，喺個時候你只需要做兩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你相信你自己做到啦。冇錯。而第二件事就是試下慢慢捽下佢。你會覺得個圈會好似越嚟越熱，越嚟越熱咁樣嘅，係咪？越嚟越熱，越嚟越熱。佢幾時出嚟㗎？咦？你發現佢就已經將佢走出嚟出邊啦。我都唔知啦 ，J J。係嘅。我明白大家依家想諗乜嘢㗎啦？你想哇，我即刻就想帶佢翻屋企係咪？嗱喺帶佢翻屋企之前咧，我會俾大家驗清楚呢一個嘅品質先嘅。二號參賽者將幾個環玩到出神入化，到底會攞咩成績呢？轉頭公布。四個圈 ，thank you。咁啊，頭先我見你真係好出色喎，你都變到魔術喎。係啊，你都變到就個個都變到㗎啦。係啊，我都覺得係。不過啱在魔術師最禮計都見到你嘅，真係啊。係啊，即係最禮計見到你用開邊隻手，兩隻手都用啊。呢個真係我諗冇魔術師問到可以答到咁樣咁嘅答案啊。你覺得點樣咧？自己覺得？我其實好想知點樣整嘅咯。係。係啊，其實我以為好簡單，但係到而家都諗唔到點解啦。哦，咁你咧？你咧？陳明恩，我都冇機會俾我試，我梗係覺得唔得啦。係咪啊？即係覺得應該俾你試埋，你試下。咁啊，梗係啦。唔該曬兩位，兩位可以翻去座位上面先。Harry 哥哥，我相信有好多玩魔術嘅人啦，都會認識呢四個圈，咁所以嗰啲人更加會欣賞你。因為咧，我哋見到有好多招式咧，真係從來未見過嘅。哦，係咩？嚇！你好少機會可以見到呢四個圈做完嘅時候，可以四個圈拆曬出嚟，可以俾大家檢查。哦，呢一樣嘢係真係值得加分。哦，老師，你意見係點樣咧？哇！我必須坦白講，係從我有記憶以來，係長到現在，看到所有魔術表演，這是我有史以來看到最賞心悅目的一段表演。真的嗎？是真的？我是說兩位女生。这个东西看起来简单，但一点都不简单。嗯，这东西其实很难，它分为很多很多的等级。它玩的真的是不错，玩的很漂亮。我唯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觉得你今天的服装实在是太不尊重观众了。嗯，唯独这一点，其他我给你还不错的评价。好，咁啊，嗱，你自己咧就俾自己嘅評分咧，就好似唔係好夠高啊。但係我哋嘅評判評分咧，俾幾多咧？咁我哋一齊睇下咯，好唔好？二號羅樂聰估自己會攞一 B 兩 C， 估中咗可以攞到特別獎噶。胡海倫老師俾 B，Albert 老師就俾 C 喎，中咗兩個。Harry 哥哥俾 C 咧就中曬噶啦 ，C 曬，哎呀係 B 啊，係多少少信心咪得咗咯。多謝大家啊！好。翻去叫老闆俾多啲人工你，然之後買多件靚啲嘅衫再嚟表演。好，唔該曬。緊接有三號吳佩龍，綽號魔法武士，係一位學生，今年19歲，不過玩咗魔術都有7年㗎啦。到你啦，吳佩龍，咁啊有冇信心咧嚇？都
都有啲嘅，都有啲系嘛？个刀字都唔记得攞咪，我知你紧张噶啦。不过有样嘢我想问一问你啦，因为今次咧有三个分数啊吓，咁你觉得你自己系三个 A 啊、三个 E 啊、两个 B 一个 E 啊，究竟成绩会系点咧？我觉得会系 BBC。BBC 点解咧？因为我以 Albert 呢个会长嚟做一个标准啦，我喺会长比分会严厉啲嘅。会严厉啲，所以攞咗个 C。哇！吳蓋龍，頭先你嘅表演都好悅目啊，又亦都好驚險啊！尤其是我見你一畫個火柴，火燒自己後欄嗰下，我都真係驚咗一驚啊！咁啊，究竟我哋啲啊女士喜唔喜歡咧？笑得好大聲咁樣喎，問下佢哋先啊。其實我覺得佢表演得好好，因為佢就好專注表演，同埋一句説話都唔講，咁就好有神秘感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周家衞你咧？我看到眼好乾啊！嚇咩事啊？因為我不想眨眼啊！頭先真係好好睇，好好睇。咁啊，聽咗幾位少女就好明顯係俾你嘅美貌所吸引啦，係咪啊？啲專家唔會噶嘛嚇，你聽住啦喎 ，Harry 哥哥嚇，你一點著褲浪嗰下，佢哋真係好驚。你好彩係由褲浪落褲腳，唔喺下低上嚟，因為我都會發毛。係啊，咁你咧，因為將你自己嘅生命咧，就係放咗喺呢個舞台，今次嘅賭注，我諗呢一下我會加少少分嘅。唔該曬你。阿文，最關鍵嘅，我覺得今日喺你我手上，你失分最多嘅。你睇下個地下。我哋變所有嘅，無論有冇生命嘅東西，包括我哋嘅花球。都是我哋嘅資產嚟嘅。不過大家都要知道啦，通常靚仔咧對自己啲玩厭咗嘅嘢都係咁樣嘅嚇。OK 啊，好啦，好，吳老師，光為了你的舞台魅力，我就應該給你一個 A 了。哇！真的，你的眼睛很會放電。我身為男生，我都被你電到了。哇！不過還好，我的電力比你強。好，我必須先說，你的開場完完全全抓住我的目光了。
但是我觉得变花球真的很可惜。嗯，其实我相信魔术圈的大家都知道，老师都知道，这一套其实应该是拿来变鸽子的嘛。对，没错。但我仍然会给你高分，我希望你好好发展，你前途无量。哇！谢谢。好啦，希望你吸收咧三位咧前輩嘅意見同埋經驗啦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睇下佢哋分數咯。好，分數幾多先？一齊睇下。三號吳佩龍又跳又變又靚仔，都係估自己會攞兩 B 一 C。三位評判又同唔同意咧嚇？胡海倫老師係俾 B 嘅，出曬名夠嚴嘅 Albert 老師係俾你個 D。至於 Harry 哥哥就係俾個 C 你嘅，即係 B、C、D 都係估唔中喎。哎呀，爭少少，感覺點樣咧？評判的是正確的。嗯，啱啱看完咧頭先嘅魔術師的表演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原來咧，我哋觀眾嘅眼中咧，同埋魔術界嘅眼中咧，原來有分別嘅喎，尤其是喺魔術嘅技巧當中，佢哋睇嘅咧要求比我哋更加高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魔術師咁啊，我哋咁多位評判應該為我哋表演一下啦。但係咁啊 ，Albert 啦，同埋 Harry 哥哥啦，佢哋成日都睇到佢哋嘅表演。但係今次咧，我哋咧呢位嘉賓咧嚟自台灣，喺香港就好少見到佢表演啦。不如咁樣咧，我哋俾啲掌聲，嚟自台灣嘅我哋嘅第一快手吳老師。Hello 美女，你就是那个什么台湾的魔术师吗？是，我来自台湾，我叫胡凯伦。先问一下，你平常喜不喜欢看魔术表演？不喜欢。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以往都在电视上面看到表演，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震撼教育，所以今天不妨我变一个小魔术给你看，亲身来实验一下。从此之后你会爱上魔术，同时你会准时收看魔法擂台。好吧，这样好了，那我们就地取材。我发现这边有一个瓶子，好，把它倒干净。好，检查一下，看瓶子有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彻底的检查，我相信智商高于80以上的人，随便一看都知道它是真的了，不需要摸那么久。你是说我吗？不是，我说我。好，这样最快的检查方式是，好，这是一个酒瓶，接着呢，这是一张报纸。我先给你一点心理建设，待会会发生的事情极度的恐怖，极度的恐怖。但是你放轻松，放心，为了避免你被有太大的压力，所以呢，我用报纸呢，把瓶子像这样子包起来。你不要去想象着，瓶报纸里面包的是酒瓶，你想象的里面是水。我想你是要打破它吗？不是打破，不要打我，可以了。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更恐怖，更恐怖。待会这个酒瓶将要穿透你的身体。准备好了，预备，一。你不要那么紧张，你手放轻松，像这个样子就好了。我太怕，要看你穿什么部位。手大概维持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。好。待会你可以看酒瓶，但是你放轻松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，看得到酒瓶吗？仔细看着酒瓶，有没有觉得它越来越像液体，开始慢慢的融化，然后接着将要穿过你的身体。一、二、三。四号叶望风，七号魔幻旋风，21岁，玩咗魔术6年，读紧书嘅佢已经识得变魔术赚钱。好，叶望风，轮到你啦喎。系啊。点样啊？你觉得自己有冇信心？有。会咩咩嘅 grade 你咧 ？A B B A B B。我见你斯斯文文都几大胆啊，你都话。唔怕。大家好，两位好，两位晚安。好高兴可以邀请到两位林欣彤。周家慧小姐，好。有人话 pair 牌系魔术嘅诗篇，
跟住落嚟呢个魔术，我需要两位帮我拣一张 pair 牌，但你哋唔使行过嚟噶，因为咧我一阵间会咁样扫啲 pair 牌，扫到任何一个位置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嗌停，我停喺嗰度，呢一张就系你拣嘅，有冇问题 ？OK， 阿 Mac， 随时嗌停 ，Go， 停，呢度系咪？好，请你记住你嗌停嗰张，亦都俾观众睇一睇，唔好俾我睇到 ，Good。周嘉慧小姐，请你随时嗌停。停。系 ，OK， good。亦都请你记住呢张 pair 牌，唔好俾我睇到。我想你哋一定要记清楚呢张 pair 牌，因为若果你哋唔记得呢个魔术嘅结尾，将会变得毫无意义。好，请你放翻入嚟中间任何一个位置。good， 放入嚟，唔该晒。你又放翻入嚟啊 ，perfect。魔术师嘅天职就要将观众嘅 pair 牌揾出嚟。今次我要一次过将两位嘅 pair 牌揾出嚟，我要用嘅方法就系红心绿。红心绿系咪你拣嗰张啊？阿咩？唔系，唔紧要。咁红心绿一定就系你拣噶啦。唔系，都唔系，都唔系，唔系。你拣嘅 pair 牌系？我揀嘅 pair 牌，你揀嘅 pair 牌講出嚟啊！紅心四，紅心四，你揀嘅咧？紅心二，紅心二，紅心四加紅心二，我話一次過揾翻你哋兩個隻 pair 牌。不過可能你哋覺得呢個方法有啲取巧，係咪？冇問題，我既然有能力將你哋兩個隻 pair 牌結合成紅心六，亦都有能力將佢分開。你揀嗰張係紅心四，紅心四呢張一定就係你揀嘅紅心二。Thank you， 多謝兩位嘅協助。不過請你留一留步，跟住嚟呢個魔術，我需要一個觀眾。周嘉慧小姐，請跟我過嚟呢邊啦。企你邊邊？請你企喺我旁邊先。好。呢個座位我係為你而設嘅，好特別，因為上面。我預先放咗一張 pair 牌喺度。喺你坐上嘅之前，我想你幫我檢查一下我手上面嘅 pair 牌，每一張都唔一樣，係咪？係。好，請上座。好，坐好咗之後咧，靠你嘅感覺啦。請你伸兩隻手出嚟，平放喺度。Good。我張 pair 牌一半放喺你嘅左手。另外一半放喺你嘅右手，揸实佢。你感受一下，你坐住嘅 pair 牌喺你嘅左手啊，亦或喺你嘅右手？你觉得？右手。右手系咪？即系唔系喺左手 ？OK， 请你捉紧你右手嘅 pair 牌，然之后将左手嘅 pair 牌全部抌晒佢。冇问题。好，请你再交呢沓俾我。一樣平放雙手，左手一搭，右手一搭，同頭先完全一樣，將你唔要嘅，好似煩惱一樣拋諸腦後。Go， 我俾多次機會你啊！嗱，最後啦，冇乜噶啦喎，係啊，冇乜噶啦。OK， 你仲有最後一次機會。好，手上面仲有五張 pair 牌，伸你嘅食指出嚟。Yes。放落任何一張 pair 牌牌背上面，指住佢，指住佢，唔好喐，唔好喐，唔好喐，指住佢，指住佢，指住。我將佢慢慢移去最頂，慢慢平放你的手出嚟啊！我將呢張 pair 牌慢慢交喺你嘅手上邊，揸實佢，唔好打開佢住。你知唔知我幫你拎住啊？我俾咗最後一次機會你，將你唔要嘅拋諸腦後啊！哇 ，OK， 好。请你用另外一只手将你坐住嗰张 pair 牌都攞埋出嚟。OK， 我哋先俾镜头睇下，你拣我一开始拣出嚟嘅大牌究竟系乜嘢嚟嘅咧 ？OK， 我哋睇睇街砖八。其实我唔知点解我一开始会拣街砖八嘅，但系我就系拣咗佢出嚟。手上面呢一张我哋清楚啲可以睇清楚嘅，系你千挑万选。萬中無一嘅情況之下，你揀咗佢出嚟，有冇信心？
52张 pair 牌全部都唔一样，系你嘅选择嚟噶，我冇强迫过你做任何嘢。好，慢慢打开佢。哇！pair 牌果然系魔术嘅诗篇。我系叶望峰，希望你哋喜欢我嘅表演。好犀利啊！好有诗意嘅一个魔术师，你哋两个感觉点样咧？我緊張過佢咯，頭先。點解咧？點解咧？唔知啊，即係覺得估唔到自己攞友真係睇到嗰個牌係咩啊？係咯，我初諗住佢揀出嚟噶嘛，嗰張牌佢梗係知咩嚟噶啦。我坐喺上面，咁我收尾先知道，哇！原來係要抽一隻佢已經揀咗嘅牌出嚟，好犀利。即係估唔到啊！除咗洪天明之外，人人都知你心意啊！好，咁啊，阿 Matt 你點咧？好神奇。係。頭先我都有份參與嗰個環節咧，即係兩個牌加埋嘅時候係嘛？我諗唔到佢用咁嘅方法嚟 present。呢個方法都好新穎㗎嚇。咁啊，唔該曬兩位，我俾啲掌聲兩個先啊。好，多謝你哥哥。Harry 哥哥，我最欣賞你就係最後有一句説話，你話千挑萬選，萬中無一，其實得52隻牌啫嘛。嗱，呢一啲咧就係魔術師好叻好叻嘅嘢嚟嘅。而那個感覺咧，令到那個咧本來一個好雞嘅魔術咧，變成咗一個好大好大嘅幻象啦。但係你需要留意喎，所有女仔都呃到喎嚇。係啊，好唔該曬 Harry 哥哥。好啦，跟住到 Albert。講到成個魔術嘅演繹，我哋需要有起承轉合。開頭嗰個魔術，兩個美女一齊陪同佢演出，揾到張牌。他們的心裏面在想就是切，但去到尾有一個很突發的驚喜，這一個就是在個安排那裡一個很精心的處理。好了，老師，我個人在看表演的時候，我很喜歡去看表演者如何去經營氣氛，因為我本身在這方面蠻下苦功的啦。那我發現其實你在氣氛的拿捏上面真的是基本功做得还不错，不是还不错，是非常不错的。叶望峰对自己好有信心，估自己会攞一 A 两 B， 咁三位评判又点睇呢？胡老师俾 B 嘅，好严谨嘅 Albert 老师都系俾个 B 你，咁中咗两个 B 啦，咁啊攞埋个 A 就掂噶啦。A，Harry 哥哥真系俾 A 啊，或者系 ABB， 叶望峰真系预言奇迹成功咗啦，恭喜晒！恭喜曬你可以得到10,000元嘅獎金同埋獎品，恭喜曬！好啦，同一時間喺呢個時候咧，亦都請埋其他表演者一齊出場，有請咁多位。好啦，咁啊四位魔術師喺翻度啦，咁啊講一講佢哋嘅成績先。第一集魔法無邊排名榜嘅位置係葉望峰1 A 2 B 暫時排第一，余開輝、羅樂忠齊齊排第二，吳佩龍就暫時排第三。至於另一個獎項咧，咁啊要等我啲靚女咧就有辦法啦，就係我最喜愛嘅魔術師。咁啊跟住落嚟咧，就我啲靚女咧就會俾唇印你哋嚇。究竟邊個得到最多唇印呢？周家衞先，哇！好啦，跟住游秀慧，唔係俾我，阿 Matt 林欣彤，我哋有陳庭欣，哇！咁啊，仲有 JJ， 好，即係話今日咧，我最喜愛嘅魔術師都係你阿方，恭喜曬！好，多謝曬咁多位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喺家庭觀眾咧，如果咧你都係魔術愛好者，你都想挑戰啊，嚟到我哋呢一個咧魔法擂台，好簡單，上 tvb.com 登記就可以啦。我哋呢個舞台等緊你嘅魔法一齊施展，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你哋嘅魔法就最好啦。記住，我哋呢樣係最重要嘅，就係魔法擂台，睇到你目定口呆，magic， 拜拜。我有個願望，好想識飛啊！你好想識飛啊！所以我想搞清楚佢係點樣飛起嘅，跟住教我咯。哦，呢個在座有邊個識凌空飛起嘅？可以教一教，我知道大家都中意魔術嘅。如果識嘅，即刻飛起俾我睇。你可唔可以穿下牆俾我睇？係啊，穿下牆，即係你首先要冚透埋牆，死咗你先過到牆啊嘛！呢個真係好難啊嘛！呢個。pair 牌果然是魔術的詩篇。有沒有說誰最吸引到你？我都是喜歡葉望峰。你最喜歡哪一排？我最喜歡聽你說話。